Hello，我是大公地产的 Raphael，我们大公地产是阿德莱德最早的华人中介，我们提供房屋、房产的出租、租赁以及出售、买卖等相关的业务。很高兴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借助五八同城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业务量的一个增长。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合作，我们能够有7到8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阅读量的一个增长。那么同时自己公司到访的一个客户大概也有50-60的一个增长，那么同比去年同期的一个状况，我们的业务量有了一个很长足的一个进步。那么与五八同城的合作也是一个相当愉快的一个过程。那么整个五八的团队，尤其是 Kara，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很针对化、定制化的一个服务。那么随时，在广告和推广上有一些的要求，那么 Kara 也是不厌其烦的能够，协助我们进行修改，然后也能在广告推广方面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建议。那么总体而言，无论是从五八的一个服务态度，还是平台的一个机会角度来说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平台，一个合作机会。